今天阿伯丁太热闹了，我要去下面看一眼他们都在干什么。嗨，大家好呀，今天是温哥华的大年初一，让你们看看这有多么的热闹。这个呢，商场，整个商场就是因为是一个香港人开的嘛，他就是延续了香港人那种风俗习惯，大年初一大家伙就要逛花市。就是香港人好像有一种习惯，就是过年的时候就会买桃花，买这桃花不是说光女生找男朋友，男生找女朋友这种桃花运啊，它的寓意不光是桃花运，还有就是说招财纳福的一个寓意。我这是听他们说的啊，这后面好像有演出，让你们看一下啊。这地方应该是有演出，这是整个商场的一个中心地带。这上面就是我平常老来吃饭那个美食广场。这地方有卖这个大风车的，刚才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大风车是就是带来好运气的意思，我要买一个，我也要买一个大风车。Hello， 这个多少钱啊？20-20吧，30吧，30-20吧。这个小花花呢？20。那我要这个，这个转的好。那为什么那个转那么好？不一样呐，你看。啊，好，我觉得金色的比较好。28，就这一个风车是28加币哟。这是做龙须酥糖。我买了一个大风车，来逛这儿一定要带现金，因为咱们国内就是没有特别带现金的习惯。还好我带了40块钱，啊，还剩10块，我买了一个金色的大风车。这还有卖这衣服的，卖貂的，这么多小东西。哇，这些小兔子好可爱呀，1块钱。这是他们叠的手工，还有卖筷子。卖杯。这是什么吗？这是自己做的吧？自己做的好像是。自己做的小饰品，这是卖茶叶的，我要进去看一下，我要去买点茶喝。哇，这个小茶壶，那壶是496，五是二十五，2500，2500还没加税，3000块钱。这小杯子哦，这是128，这还不贵哟。这个38一个小盖碗儿，这个是不是还挺好看的？这个是168，这好像还不贵哟。这边有花市，这边是卖花的。这么多卖花的，这个是4块，那边就是一个超市，我要买几个花。58。哇，这怎么感觉像是个假的呀？5块。这个几块？
Thank you。哦，遇几个穿汉服的小姐姐，看看这小姑娘穿汉服就好看。